我可是统治着怪物城的火影大王，都给我通通消失吧！火影大王，对不起，就是你们不听我的召唤吗？不不不不，火影大王，你听我演示，我们不是故意睡得这么甜。不会说话就少说话，接下来还是对付勇者吗？报告影王，这才是您今天的活儿。第一件是给蛤蟆怪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字，然后给石头怪新开的店剪彩，还要去面试新一批的怪。